来，你对作业听听哈，先多一不差这一会儿哈，都抬头我说个字哈。咱需要这礼拜六啊，去发现王国和动物园村友哈。来讲一下。啊？一听这东西，牙齿就跟个橛子盖似的。学姐怎么从来没见过这种积极性呢？集体活动必须参加啊，这没有什么可讲了啊。这家不差你点钱，要是实在有困难，你跟老师讲，老师帮你想办法。没有困难就别跟我讲什么头疼、腚疼、裤裆疼了啊，装那个要死要活的样，然后拿钱去帮忙。学校现在需要一个举校旗了哈，我和学校再三申请了，才把这个名额给咱班了哈。别给我丢人，也别给咱学校丢人哈。明天统一传消息，想浪不差这一天。有手机的同学，周六可以拿过来嘚瑟一天哈。我杨楠带手机是为了方便联系的，不是杨楠玩了哈。别偷工地了一包带两件，玩了没有电的，回来时候还找不到楠们了。俺俩嘚瑟，俺俩疯跑了。带着东西啊，少垫吧一口得了哈。别买那些红臭脚黏拉拉汤的东西，咱主要是去玩，不是出来开火做饭了。咱学校啊，给每个车都配了一个导游哈，人家是外人，被洋人看见咱满脸瓜饭盒，像朝鲜难民似没带过饭一样。导游要是让咱们背个诗唱块歌是不是别一紧紧哈，赶快拿出咱平时车嗓不要老命那个样来一段啊，别坐那个地方就着蹭。听好了，咱们是下午两点集合回学校，以小组为单位，千万别走散了，知不知道？老师，可以直接回家了吗？回奶奶个死大妈了，把奶奶都给我放了。蹭饱了吗？没吃饱的去厕所加点吧。玩的时候在那个逮，车上一个人逮，进去厕所一个人逮，回来还搁那逮。头脑简单，嘴词发达，一进厕所都觉得长个咱们臭婊。少年痴呆吗？我告没告诉小组长负责提前把人家集合好了。我没话带抽筋这闹药。张磊呀、啊，你就那么稀罕那个地方吗？你扛二斤棉被以后在这块收门票打梗车老不舍得了，还回来干什么？和大星一块最下次春游还能在龙里面看见你喇叭吧？啊！全校就因为你个阴没发射，你知不知道？金静和宁信两个彪老娘们窜的里出外进，像解渴了不说，看见动物就往上扑，不怕得窜人兵一口把你咬死吗？跟个彪疯老不光找事砍价不要命死了！王强。假摔放下，咱三个人真是上课磨洋工，村友打雷锋啊！书包不能活千年呗？啊？学校叫你玩蹦极和过山车了吗？我在地上就听着那三个嗓门在天上玩命叫，三个撒尿和你放屁蹦坑玩，你怎么收拾去世了？体委呀，我要你举校旗子，让人家看看咱学校有朝气。你可倒好了，扛个鸡满哪嗷嗷跑，像那个猪圈里的猪似的，刚从窝里放出来似的。看着熊瞎鸡也不管了，要不是因为我遇到，差点让收饮料瓶的老头给扛走了呀。奶奶就是被圈养惯了的猪，放出来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还有边吃边拉，还边脱裤游泳，和导游跑没影儿了。等会儿我还得接孩子放学，没有时间收拾呢啊！难等啊，明天哈、啊，我一早给咱送情绪微信去。王强，你是不是玩手机了？哎，老师，错，再不得了，再不得了，拿来我看看。老师啊，我关注查二中微博呢。啊，还关注查二中微信了，整的还挺全乎的。赶紧给我收起来。